嗨，亲爱的 L， 我是 Sandy 吴珊如。我觉得时尚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，但是大家都会觉得时尚应该要让自己好像很前卫，或者是跟大家都不一样。但我觉得就算穿很简单很轻松的衣服，你只要自己很喜欢自己的状态，其实那就还蛮时尚的。今天会是一个很棒的主播，因为其实很少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比较娴静，然后比较温润的样态，就很符合这次的主题，就是温暖的冬天。所以我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可以穿我自己深深喜欢的套头毛衣啊，或者是比较浪浪的衣服啊，披披挂挂的衣服啊，这些都是我在冬天很喜欢的样子。大众好像对我的印象都停留在女儿的形象、女主持人的形象，所以我自己回顾看这几年呢，我变得回到我自己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女人味是一种沉稳、很喜欢自己的状态。